我们欢迎我们编号七号的蔡文斌先生，为咱弹出着这首呢好听的歌曲《笨手的爱》啊，破声就想给咱鼓励一下，谢谢老师，美丽的主持人，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来宾，还有我们的大家长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带来蔡小虎的《笨手的爱》，谢谢。谢谢我们七号的参赛者精彩的演唱。